哦这条路本身是清国人开的，就所谓的清朝人开的。那这个路本身对原住民来讲意义其实不太大，因为是外面人来的路。那因为花莲台东的这个位置重要性以及要列入这个清朝政府的控管，所以就实行了开山抚番，那就开了这条路。那其实关门的道路原名叫做吉吉水尾道路，吉吉到现在的瑞穗的道路。好，那这条道路你如果有去走过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路基本上如果有部落在附近的都通过，所以表示说大概从早期的这个不介入部落的事物到后期想积极介入部落的事物，其实从道路的位置其实是可以看出来的。我记得好像几个月而已吧，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断掉了，就是开好到它中断大概就几个月时间而已。现在外面下着大雨，两位大哥在烤火。啊，昨天结交？1月29。对啊。天亮吗？快了。快天亮哦。对。你们看现在那个椅布，那个我们睡的地方已经快变沼泽了哦。对。前面都湿湿的。然后这几天晚上都没有睡。因为下雨会。在山上呢，因为设备比较简陋，那经常就是会滴水，那这个睡袋会湿了，打湿了就没办法睡了，对，只好出来烤烤火，那所以山上有这堆火，真的是我们的最大的幸福。阿大你呢，睡得如何？有，你的眼睛，你的眼睛方便，最猛的。没有，我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睡，蛮强的。就是不管我，已经淹水了，你照睡、啊。因为我没有，我如果没睡的话，我没办法走路。真的吗？对，就是我会觉得全身会很酸痛。是、哦。可是我一定要睡着。是、哦。我只要有睡着，我就觉得哎、欸，好像有比较好。所以我就强迫自己进入那个防卫机制。一定要睡着，可是有时候一直醒，一直醒啊！我还起来弄那个木头啊，一起。好，我真的很羡慕你呢，可以睡得很好呢。两叔马沙宝，啊，你有没有睡觉？哎，你古马丹路玩的马沙宝搞笑了。有啊，你呢？睡。你昨天睡哪里？睡那。后面很冷，然后这边有淋雨。跟那个，不过还好啦，很温暖。他一直救援你啊！对，这是我们今天第六天嘛，喂，准备迈向第六天，第六天的黎明。结果大家还是没有睡饱。是啊。在我们大雨的时候啊，觉得那个位置还不错，只是说那个我们在大雨的时候没有下雨。半夜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的时候，原来以前那个是河床啊，那一下雨的时候啊，糟糕啊，那个整个下面就变成沼泽啊，然后我们那个所搭的那个房布啊，就是整个都积水，几乎那个水快撑到那个我们人的身上了、啊，睡不好，我又做了一个梦，说哎，奇怪，我好像在整个人在像在游泳一样啊，然后。游泳的时候觉得冷的时候就起来，就一起来，我整个那个睡袋里面啊，都整个湿了，都是雨水啊。我睡下面那边，然后一直看，为什么你们的灯一直亮着？应该睡着了，应该那个灯不会亮了，然后睡一下又起来，那个灯还在亮着。因为我们那天扎营是其实在2975的，算是在山顶上面，而且那时候是，而且寒流下来的时候非常冷，那一晚真的是
非常其实太难忘了。地上哦，这两个洞哦，这两个洞是清代的时候，那时候那个古道刚盖的时候，他有做一个有点像井字形的牌坊，坐在这里。那后来清代结束之后，日本人来的时候，刚开始的调查队，应该讲做探险队，他还有看到这两个洞上面的木头构造还在。那后来的几次可能就倒了，或者是被人家拿去生火之类的哈。那这的路大概。接下来是要下切，往海霸王的方向，而且当我知道说隔一天会走到部落的时候，我其实前天就当天就是走得很开心，过一个中央山脉主人就那个湿度，就差很多了。我觉得这个分野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奇妙的安排，就跟心情一样，你在前面会觉得走得很累。走得很辛苦，因为你看到的是太熟悉了嘛。然后这个湿度，这个温度，然后就觉得怎么还没有到。可是到了中央山脉主人以后，你发现林相不改变的时候，气候改变了，你的心情的期待会转变，会变得就是会你那个疲惫的感就会慢慢不见了。你反而会变得期待说，哎，我好像快到了，好像快到了，好像快到了，对。慢慢的，喂，我喝了三瓶。这个以前是不到啊，这个经过的第一个最半大的一个基地是叫海霸王。在那个，还是跟你讲一下。哦，巴干汉邦的那边就东欧兰，就是要下去的意思。那边会有第一个阿桑叫做哈巴安。哈巴安。差不多那边是逊尼跟新疆的。现在这边海拔大概多少？2600。先把这边的2200，这边绑高。所以我们这边扎营嘛。对。那不够那里？对啊，这个要给。喂，华丽成功！危险动作，请勿模仿。喂，你看，哎呀，哎呀，哎呀呦呦呦，哎呀，哎呦 ，Save！ 中华队目前得分，盗垒成功。
哎呀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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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没得了啊迷你多迷你多啊就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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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patong manus ko, sabusog magami iti. Masengo ka, anapi ka, manaskar, pasaluma mo. Isya ko nun, balar, sin tokas mood, tokas dong, tokas tiang, sin tokas saya, dako, sin nopa, siya atul, ata, siya nakapyal. Di dako dang, na manaskan, makto, tado mo, muto, ba, imuto, dumak, uninang mo, uninang, Siya kunan bahan tu taisan ng komisang ina nang piak tu kamisan mintimin nak mat pia tu madadengat ya bak tu madi madadenga mura dani namin anak isang at sari tu sarpo uninang emu tu tamasa maktonga kamin matamasa tang amin minan bahan ta kasaka menan tu pantu hapan ti dangi anani uninang amin dani namin tu madadengat hedang amin kunan tu madadengat Emtu sin babad sin tako maktamati tu datu menahan isang kalsaka muniti minti biang inam tak kabasang iti emutu tes badat tu dangi anan auninang mo uninang amin tamat yakanin hati sarito inam tu lukbo sarito masengun amin kopa amin nok baun makan san esu tu upatan am tu makiking na maktang amin muniti sarito tokomin sumuo uninang Dengan pertapa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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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 sa punak ini nang dadah benda dengan sindik itu benda dengan ini nang masuk sa buk meskun tak bos ini nang Ini kami suap ni. Tuk cipet kenapa? Ini nang. Misal itu nak panak tung. Kata kota. Kau di pakai kudaan. Oh, ini nang. Jadi, saya sangat menanti. Saya melihat di sebelah saya bagaimana. Tapi, saya tidak menyangka. Alhamdulillah. Juga mungkin kerana saya sangat pe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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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累的时候，你看到那个释放的时候，你就整个释放了，对啊，就是心情又很复杂，你又看见残破，但那个残破是被破人为，也可能是见那个造灵。你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像你看到你最想要看到的人，你最想要你最思念的家的时候，他的力量就在那里，然后他就给你力量，给你拥抱。因为我们不能抱娇嘛，然后你好像被老人家拥抱一下，说孩子你来了，然后你心情，你心里会就说，会，那时候我的心里是说，马来亚，这里的土地，说我们来了，而且我们来晚了，我们不能打吉巴丹的娇不简单，是真的很漂亮。是那个漂亮是让你一辈子难忘，那个堆叠跟他的选择的地方是非常有智慧的，对，那个难忘会让你想到的时候，你闭上眼睛，你在
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即便它是石板，你的想象是石板，它就是家的样子。对，然后你会自己，我会自己去拼凑那个当时的状况、家的状况、人在这个地方生活的环境的状况。对啊，有小孩，可能有小孩，可能房子里面有烟吹起来。请你水缸，因为他们要背水上来嘛，啊，就可能跟水里那边的平地人交换，或是买上来，嗯，哦，啊，从水里那边背到这边来，嗯，背很远，哦，这个是以前那个富农祖先他们用的水缸的那个硬陶的碎片，其实变化很大。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哦，很平，嗯，后来动物太多，全部都把它拱起来了，对啊，山猪一直拱，山猪拱的那个，以前我来的时候，我下次如果有机会，然后我第一次给你拍的照片看。那个地上完全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山上还是真的要一些人来维护，常常来维护，对，常常来维护，不然你看这样子，哦，那个树也越来越大棵，越来越大棵，其实 不太对，把那个树种在人家屋子里面，对啊，这个我以前来它就在了，然后所以这几栋的好棒的胶其实是非常完整的，而且你可以看出来它那个站的高度跟。我们的那个高度都一样，所以这个几乎没有垮，啊，它没有孔啊，几乎没有垮，所以像这个，未来如果我们的原民会有经费修的话，这种修都很容易，就前面再恢复一下，旁边再叠一下，这个都很容易去修复，啊，那我们这边大概有六七间左右，哎，那我们也是我们这次寻根第一个到了那个这个部落，这个没有。这家屋的，你看了，哦，怎么看？方形啊，它方形的，这是家屋的，家屋的，嗯，这切过的，上面的梁啊，对，上面的梁，上面的梁，上面的梁。一般都不露面探亲哈，哎，我们布农族本是一家人哈，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啊，我们没有部分说我一定要到我的阿桑，我们看我们的能力，所以把手力，我们也要把我们这个成果哈，我们纳斯卡带给我们包含的第三，哎，胡尼朗，胡尼朗。老人家他们叫马卡迪啊，马卡迪就是温泉，哎，马来人讲的，都把那的都马卡迪不容易，而且那边以前老人家会说那边是比较好狩猎，是可以躲起来，因为那毕竟那个硫磺啊，它有盐巴，哎，然后他们都会在那里，哎，等待，哎，然后也可以在那边。直接煮东西，用锅子这样。三二，啊啊啊！你想干嘛洗脸哦？珍珠鸡蛋嘞，那个蛋白。哪里？啊？几多？哈拉巴达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大的平台嘛，所以那边住可以住比较多了。可是人到一定的人数之后，因为可能那个我们的耕地不够了，就往四周去开发哈，所以有些可能就是从哈拉巴达那边就跑到了这个甘姆斯，有人就跑到了这个哈巴，有人跑到巴罗博，有人跑到米西冠，啊，就是等于是过来之后，然后再去各自找一些更好的地方去居住。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就会把那边叫做马亚桑，就是最大最老的这个旧部落。Asosian kubakubak ay ada makaudung kami matmasan masuk kama kami sama dengan kedikar lo badona istaf susi adas ilude itu sepukul pakaian untuk Yesus Kristus Tuhan, Amin.
Mak tu. Kita, 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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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ta.可以就是找不到路了，因为它那个旁边都是斜斜峭壁啊，然后顺着那个河流走的时候啊，那个水又很高，没有办法溯溪啊。嗯。哎呀，然后走到一半的时候，就是真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是说找到路可以走到那个梅阿桑那边。嗯。那天就只好结果就折返了。嗯。当然是心情那个落差是，就是说很大的了，很大的落差了，因为带着早上带着那种。很，就是说很期盼的那个心情，就是到那个梅阿桑那边，结果没有，就是没有办法走到那边了。还好有这个遗憾，也可惜有这个遗憾，可能是老人家就叫我们说，真的不行，真的不安全，这个时间点不安全，下次你们一定要再找时间再来。沿着那个悬崖峭壁啊，再走过去这样。也是没办法，哎，所以那一天就没有机会到好利发丹，也没有看到那个所谓的丹大桥啊。老人家他们都会比较多记忆是在那个地方，哎，啊，几乎都是以那个为中心呐、啊，就是马嘎迪跟那个好利发丹那里，因为那个已经都是在那一个西的上面这样。当归鸭，来，哇塞，当归鸭有没有？对了，刚刚抓的鸭，听到吃到这么高级的那个菜啊！对啊，当归有没有？还有带这个药膳排骨的当归排骨，大家都在等排队等这个当归，这那画面怎么那么好笑？一号是真的排队，一个排队排好了，哎，你怎么在那里？哎呀，一号也不是这个。这个当归鸭总有个名称吧，叫什么？啊，丹大当归，当归鸭，丹大当归，丹大当归，丹大当归，丹大归归丹丹。来来，我们先老师喽。好，再一次，丹大当归，丹大当归。我在之前就稍微就说那个才那个就是我还跟我阿嬷确认，还跟老师确认，还跟阿光确认说我们芒果果的瓦工的那个家屋是在哪里，就确定是在甘姆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要从甘姆的时候上去的时候，我就很期待，就是我还是非常感动，因为第一天的感动已经完全释放，看到哈巴港的时候，但是到甘姆的时候还是很激动，因为想到这里都是芒果果的人呢，你会心里说，哎，这边是我家的那个地盘，在你旁边的或者是在旁边家务的都是老人家。Ini nang iti tu madat dengat. Toko misa pangami iti hedang simpala nam iti tabusun kaununun. Makto amu iti amin madat dengat amin. Toko misa pangami nam. Kopo-kopo amin tu siap bunun tu sidok. Ini nang. Toko misa pang. Ini nang iti tu madat dengat. Sin dadak. Makto amu iti. Kapa mam.Mu itu dah halat titik, halat davos, muskun dah muskun mon, muskun kodavos, uninang, undamu. Kita那也可以祈求我们的所有的主人保佑我们这个行程平安，
那我们也发誓说，不久将来我们马上会要回来看大家的。有没上？以一个外面的人，因为土地对我们来讲，啊，比如说我是一个Boot，我是一个平地人，我看到这些玛雅赏的时候，哈，里面的买路马的时候，只是觉得说，哎，怎么那么多石板屋而已。可是我们要想的一个事情是，其实每一个石板屋的屋子里面，其实都有老人家住在里面，因为以前不论是布农族是室内葬，这是带这么多的那个马远的这个布农上山回去的感觉。我觉得你想想看哦，你走了山上走了大概五六天以上，然后很辛苦，然后突然看到那个一间家屋的时候，那个眼泪是狂奔啊，那个感受，那一刻是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我回到家了，我回到家了，然后我终于来看你了。所以对一个外面的人，我觉得在这次活动我可以深刻感受出这个族人对于所谓的这个根跟这一个文化或对这个家乡的概念，那我觉得真的这一次是很令我感动的。跟我不差钱哦。唱的话会想到老家他们经历的那个过程哦，我才知道说，因为我们这个经历的过程都会在回家那一首里面的歌词里面呈现，所以我才会经历到在还没有过这一段路的时候，当看到老人家他们闭着眼睛在唱的时候，隐约就是他们的眼角就会掉着眼泪这样，就是会有泪眶这样，因为他们有经历过那个，所以在那时候在唱这个过程的时候就会有那个感觉，就是你会有感觉到说老人家他们过去怎么走的，真的是那种历尽沧桑，就是要经过几番波折你才可以到的那个地方。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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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ni nang ta, do ni nang ta, do da kai minto, ha ni an, da naska, noskung kata pa ka dai da, do ha ni an, do pa ko pa tai si sa han ta。跟我以往唱歌的样子跟方式，可能需要吉他，但是那边不用，那边就是唱吧，唱母语歌吧。对啊，我们就在那边，我们那时候的期待是希望，就是觉得说，哎，我们在唱的同时，老人家好像也跟我们一起合唱，一起唱歌了，一起喝酒了，一起开心了，这样。我的感觉是，那个母语歌下次要熟练，因为有的马西地吧，我们不会，因为我敢跟着喝啊，很像，如果你没有练的话，就不要去那边给他们听那个马西地吧的，搞不好他们在旁边一直笑，怎么会马西地吧？
哇，那个最后一天那个过程哦，是我觉得应该是说大家后面那个每个人的那个脾气有时候就是会不一样啊，因为状况不好啦，再过来是那个水预备的不足，早一点点预备说要直接过去的话，其实那个水要充足，因为没有人预测说要到那边是可以花多少的时间回去，对，啊，其实遇到那种问题的话，不能怪谁啊，对，啊，只能怪自己没有预备啊，也不能怪别人啊，说怎么样，啊，包含我的一口水，最后几口水也是要分给别人，我总不能把它藏起来吧，可是到那个过程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哦，水也没有了，吃的也都没有了，而且又有一段路要走，整整走了13个多小时。我那时候是其实有点不舍，对，当下要离开那个旧部的时候有点不舍，然后要去六分所的时候，就是觉得说剩最后一段路了，就是要好好珍惜这样。早就在那边故意等30分钟。对，故意的，故意的。故意的。故意走下来，吊一口，吊一口，吊一口。哎，意思的。对呀、啊，妈妈，你一个人扛呢？我跟你讲。其实就一直很担心山上的伙伴，对，因为我们是非常深刻的感受到当时山上的条件有多差，而且其实之后天气预报山上的情况是越来越差，所以我很担心他们，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够顺利下山。那很幸运，最后一天真的看见他们下山的消息的时候，我和舅舅们到地利去迎接他们，然后看见他们走进会场的时候，每个人都少了大概5到7公斤，他们的脸色看起来就是历尽了辛苦。对，但是我说真的，我非常的感谢他们，然后虽然我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共享那一段，但是看到他们的脸色，我大概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旅程。不要看他个子小小的，也是超重，背东西背上来，大家都是很期待这样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然后族人也过去那边迎接我们，然后地利的人也这样热情招待，我觉得那个很感动啊。我最感动是就是林宗仁那个齐老他有去啊，
我那时候抱着他，我记得就掉眼泪，就老人家的那种寄望啊，都很像是托付在他们身上，是希望是说可以做那种交替的那种分享，然后还有传承这样。就是自己感觉自己没那么平凡，这样就是没有像以前那样了。就是走过那段路就觉得，哎，其实自己也是蛮厉害的嘛，这样。下次再一起去，下次再一起去。对啊，能够有这个机会的话，还是下一次大家能够再一次的。对啊，再一次让去啊。我在20年前去做硕士论文的时候，那我去到了那个马远的部落里面去做访谈。我20年后把这个路交到你们的手上，那也不愧那个不论的老人对我的这个帮忙。那对我一个外面的研究者而言，这一种可以实践的机会是不多的。我很感动，是我看到我妈妈，对。其实那时候是更也很期待说看到我的奶阿妈，就是因为我知道他们担心我，对，其实那个担心是希望说，哎，我们走到了这段路是很平安，就是很感动我们能够下山了，然后看到老人家那些像几个叔叔们。看到你们拥抱的时候，就说谢谢你们为我们祷告，谢谢你们的期待，然后我们也谢谢我们自己，谢谢团队一些伙伴，然后我们平安下山。对，那其实到的时候心都还在山上，可能在山上半个月吧，甚至一个多月都在山上。Kak mesin ni mati ni nak, ni yang mati muka mian dengan hitung dengan, so ni ini syok mesin ni mati ni. Mereka kata semua tak tanya. 以前的老人家一个愿望就是说，要知道说要生命告一个段落的之前，他们必须要再一直走完那个前程，他们得就看一看啊，他们已经死而无憾了。几乎以前的老人家就这样。回来的时候就回来的时候就死了，啊，然后有人说是被诅咒这样，啊，其实不是，是那个愿望，愿望，哎，能够说再去看回忆一下那个其他想法。